怎么？对了，他不然不是干活这事儿就大点。弄了没？那这赶紧走。上班了。江一女的，注意。你又压到了码头不快点？打个响吧，响不到。打个响，吃了怎么跑？嗯，打个响多好嘞！我这打个响，打个响，打个码。啊，都好了，可以。啊，不打不打就是。嗯，今天还在吃跑啊？这根据这根据换，哎，多开了，行吧？那人家很忙，我不能将来没下手，你等会儿刚才有皮了。有贷款期，你再不弄的话，这不扯不了啥？有点差了，要工作了，工作扯得也不住。你怎么讲的对了？现在工作扯不了。啊，那保证，那没有工作去了。哎，他派一不中，派一步，派一步，你吃大忙一大。吃不吃？你不吃了，你不吃了再往下供应。一吃冰，他又怕。哎，对了，他有第一天第一步在吃冰。他那个是一天的嘛。经常有吧？有单子。派住吧。是不是？对方了都。哎，对，住了可以吗？对方，对方打对讲，哎，打讲，打讲，打讲，好，打讲就得分了。证明吧，好事啊！你把证明那边一进局上码头吧。啊，把证明放那，进局上啊。证明了，没有，想多钱？你打你跟那个打，你打你会这俩这俩丢过去，咋回事丢了？你打就打着你那个炮跟过来了，你打一枪就给他回去了，那个他咋能成嘛？我打你个响，打个响给你，响了给他，别响，对了吧？不不不干掉了吧？不对了，你对了，那这俩这就能，你妈这不是一行威胁着你了，你这，那炮炮威胁，你把那炮一打，把那兵一弄就过了，你先把你威胁，把你卖成兵，卖不是卖成兵，卖成兵，卖成兵，然后一进局是吧？他妈肯定先生那有根，有根，他不加回。弄不动，他不加回，这个局太不成了。早都该停上了，停上，起码得到河沿，是不是？我弄个冬兵了，现在就。弄个你不能表演弄啊。我不退啥去。弄吧。不理你，不理你，这边上去那。嗯。先上河沿。对了。先上去局吧。上去还不上？乔正明，啊，打到地上了。哎。你这有马的。嗯。那边打到地上，然后供一步的，供一步给他打了，是吧？再不上去，给打回去。平局，你上一局去了。哎，这都是平局的了。平局平，哎，天天都要搁桌子弄个平，是不是？弄个平，有啥钱？四了，一种四了吧？是不是吧？这个可是不太简单。不着急，你再忙吧，是吧？今天那个太。那你千万搁当头，搁当头。打了给他打了，三码是多少打？打了我给他打了。他是干啥码的？敢打？拼搏呀，有几率。要有啊，那不得加菜啊？要有啊，这有的，不放弃。奶奶，这没有那个孩子，事儿没事。他黑黑忘了，回来。嗯，这跑这，你要长马也没事吧？你要一长马，他窝一套，上不不断，马好跑。我那他长马了，盯着他了跑了，他跑了过不了。啊，你玩点啥？不能了，俺当你讲。上不了。你要上老蒋。上马，腿一上没了。你上死的，你上死的，上老蒋一腿跑。你上死的，这半年往哪走来着？不能往哪走。你叫得我。
你上次不用拐车不成了，拐这边都不叫拐，真是头搁不着跑，头不敢上嘛。啊，知道知道。你还能收两千，收两千，我不听，下去了，先把把这地下打了，这上上老家把这踩不着，你那啥也不着，你大大踩踩，你想咋着？可以，到我家的到我家的下乡，压跑。到我家的三乡的是三老家，这有个选择，对吧？这是这是叫下乡，下乡，下乡大罗乡，跟下乡不？下乡以后大罗乡，你打了吗？打了，打了，这边就不打乡。哎，我说下个乡以后再。对呀，还有对不下乡，还有个多跑了，是吧？把地多钱你也打了，先打多钱了，先打多钱了，打啥价了？嗯，打啥价了？嘛，你多你打了这边，他能下不得下老井了，弄得下不到老井了，是不是？你这得用多，弄得下到老井，是不是？不太吧？嗯、不太打地钱去，打点了，再问了。哎，咋了？那不，那你开始咋了？那咋了？嗯，大小一样的，他有个跑。我这反正我三回拿你那个这个抓着抓着，是不是？你要是下一步老井，三步老井供应不住，三一步老井再三步井。你要供应不住，供应着了吗？三回能了吗？能让他跑，供应着了吗？他跑，他跑没法那个。啊，他能在那跑，这带着三把，三把回来。先给他踩着了，先给他踩着了，给供应。踩着也得把这里边给他下。那是嘛？踩着也得给他下。啊，那你不能在这打着呀，是不是？他说马在这，他还上不去。啊，都得上。是的，是的。先上，不能先上马。那也该上马了，往这上。嗯。那给他供应，那么快。踩这一步。一条下有腿筋踩这个跑他这个拱那啥子高用不高不高不超也得不高对他踩着吧东西他厉害东西他厉害你这东西他厉害呀这个这个跑不动了，我估计。那你踩不到站，踩不到站，你们少也踩到点了，现在先不到站。公路上马吧，公路上马吧。因为一大袋冰都将来都能抢的。下腿马真能跑。能跑这个马别的了。别那没法儿，不别的不能打的就是。那跑不能很动。连跑现在不成就两马。那个马一上去都那个。我两个好好的，你不去打扰那种两个，多麻烦啊！有外援了，你看看。拿马顶嘛，你打不了你随便能顶了，顶了啥能顶？好了，喊我了。哎呦，原来是就是脚底两面刚。大头大了。下降打不了中。再来了。这是哪项？哪项下限打不了？俩柱改了，你只能在一个大柱换个柱，换俩柱，有啥的？他现在都能换，一跑能打俩。还能啊？哎，咋了？要退一步啊？还是先上马呀嘛？上马多久就掉了？啊，先上马再退一步，上马都顶着，都够的。上马顶着，他没点劲了。顶着，他上了点吗？顶着他腿往哪去？这样吹，我想回来。精神一片大好，我给你们一打两个就打死。打我那个，明了一会儿。下场了，成了。把主给他拼拼。大的人呢？咱们让他看往这上，能上马呀？上马，这没有劲，是吧？哎，上马吧。啥也没马了，啥也回马了。会马先等一下，那就在下降。现在先动一点，要先动在这儿，他要下来了。下来了。你跑我，就买那么狠，谁下来？哦，等一下，等一下，该下班了，快，出门去。这马看见了，等一点，等一下，我跑点顶着马就上，你都听，你都听。下去，打对了，想
上大柱的话，你第一步想要是啥些？啥地方？两步没上，那我不给他，不叫他过来。那踢过来，往天上，那踢过来，踢过来，他让爬过桥了，就不能舞蹈了。不是吧？看完了。刚才找也不打。啥？你等个地方帮你，我们这儿等。那怕他不让他等。等以后盯上你。现在还能回来，一会儿会有车会。你等他完了之后，那我就是我只要搞到这儿啊。不要这个拼一个，拼一个，拼一个好。什么？几百万，六百万，这叫老亮鱼老虎，亮亮鱼老虎。我的字了，你看字就好。亮亮还是最最。当时大伙表演一个炸鸡毛子刀子啊。十五分钟吃饭，那还从我这跑，从我这跑不得当你啊！给我等你俩，我先破了，不可以。我这后半辈子都蒙眼了。等着吧，都蒙眼了。等着，我等着去啊，回头。你这跑要甩过来，找着老江头。那个跑要找着老江头。我给你等嘛嘞，我下去接公主嘞。哎。到我这边来等马，等马有讲究，是不是？大马不，大马，嗯，大马没意思。我等马不中，我瞧。啊，我瞧有气没？没有气咋说？是吧？真的保不住他了。找着老蒋头吧。真的保住不了他了，我让住我九十回中，是不是？这哪个住你？多大劲的住的？是不是？我住大劲的。老蒋也下来了，下来了吧？他下来了。找到文档了。找到文档了。公益在公益。好。哎，等他一步。先蒋的已经在跑。蒋军在，这咋进等他都妥了。你看蒋军在跑，等他，不提，等他都妥了呗。不是，蒋德军他咋走？他歪甩，歪甩来一蹬，那不都走了？有啥用？那啥用？你叫他跑起来了，跟跑火了，那回头一晃咋的？那得来紧。哪里？你等我跑着，等我跑着拉不住，是不是？对啊，等拉不住跑。你等着不能跑，是不是？他爸爸中间干，我老爸要干中间了，是不是？他接到人家中间等的，这样这样接到人家不中间等的，这是讲回去的，老爸是讲回去嘛？上不中吧？这也上不中，这也上不中，是不是？上不中呀？没线就搁那呢，搁那搁个空，能搁那换一换呀？搁那搁三万，搁那搁个空着。哎，啥了？那么啥搁着了？你咋？我操！你别站在炕上了，你站在桌子上，你吹牛逼，你吹可以。这咋？没事，说不好。说不出来是吧？你刚才往这推，往这推嘛了？是个好气。太不行了。啊！你吃几个去了？谢将军的，对啊，你吃几个？现在咱都跑不了了，要推不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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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白老蒋那个标准呢？标准个工程，那还忙着呢。那工，那工大，现在大大的嘛呢？不开呢，是不是？不着的哪能不开吗？是不是？他妈的跑不了，不也还能开呢？是不是？啊，会会。往下想了吧？往下想。那都起不完了。嗯。怎么回来？
我是受害人嘛。嗯嗯嗯。把跑的菜籽儿，这玩意儿讲要捡捡到点儿，是吧？先采访，先上业绩嘛。是呀、啊，你看你跟他一讲，你马上就跑了，对不对？你反正个分够大，是吧？你加油了，兄弟。你会马不多枪，现在都跑了。小心，跟他讲。你前面去倒地，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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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吧？都腿都飞了！哎呀，来，工人，你要上嘛上？讲不能不要讲呀，对不对？你要上嘛打着了嘛？让给踩了。你哪个都上不去了都，那是脾气。你是说他跑了不跑？你回去坐嘛，等着他跑呗。他讲。成个事吧，这现在这双脚也没啥用。哎，这两天又遭着海淘了，海淘真难找。你金跑也不行，你要不我给你拆了？拆了你妈不等？哎呀，那你换证才这会儿，是不是？这还要换的不好？你看成哪了？成了。耶，好疯子！哎呀，对呀，你到他上马的时候你再盯着是。疯子，多少人？上了班了，我班都休了。啥也别走，那别那走的，别走那没用，你慢慢咯嘣咯嘣成弄着了，那搁那搁这等，别他妈嘞，他上到那没有没地方去，啊，拱着，要硬他这就是咯嘣慢慢拱。要那上两马上两，他上着你别了他又没地方跑，那这不能上。你瞧这，哪不能上？你瞧这怎么没有上？你他上着他有啥用啊？他上，你咯嘣就慢慢拱吧你。一会儿就上。要不他是嘛？一会儿上。这个边路你得用上边路。对，起来。哎呀，打浆了，哎呀，弄浆了，你不让你弄。嗯，好一点啊。哎呀，下是那个，外头，你还有啥？浆已经成个死了。你这，你说找你老家，家长吗？也弄一浆是，可怜，弄一浆是。能讲七八马平啊！你找家长分你讲，你找家长让分你讲，你别弄了，你起码让分你讲就中，是不是？你老有那种意思。哎呀，你我也找家长吧，你往那边去。若搁这，若咱分你讲的。少爷，你们等着。你若瞧你了，你咋你？咱用那个讲，咱说。你那讲你爹跑了，海涛。咱搁东边也讲。现在外人没得说了，是不是？哦，你若分有个分奖金，咱们分奖金，那帮人弄了，是不是？那么你往哪填了算？嗯。哎，往哪去？往哪去？往那不给讲了？啥？大妈昨天，人家红马往哪去啊？俺媳妇也打进来马了，往哪去？给打了是？他黑马都会往哪去？啊，黑马会往哪去？是不是？嗯。有个分奖金，没有分奖金，我帮人找一张了，是不是？这可真是，不上没法去，他不能光丢这儿吧？这可以讲一讲。上马不都错了吧？完了，这不能上，你太老，你太不大了。哎呀，你走吧。你上马看给你讲讲，先讲你，这都大了，都是呀。不给弄，你讲哪是吧？等杨洋给弄了，一会儿弄了，都不带劲了。哎，不行，那还是行。啊，那都不带劲。别说马粪吧，好，我再来一次。俺会拉油，又往那走一步，给他省花。啊，等他住过来都边路了，嗯，那么整，列边路了，不列边路就。工人，我做的这两条工人，你吓死了，你工可吓死。不好呀，你啥？他现在等你个事儿，等等吧。哎呀，哎呀，刚才等你不好，他等死了。等一会儿要先吃，都不用那个。你下次咋？好一点。啊，不抢也紧了，要不然，我要把都给你搁这了，我下去。
你别走，你先别走，你看。我走点啥去？你个东西大，你不断当硬的。我不停了，睡不觉，我靠！你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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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得没有法儿，不但是让妈搞，这不能讲。啊，这一讲不是的。那这是干多少钱了是吧？你这个肉也不一样，肉也不能。那现在讲这个包一讲一斤。那今天好像不能光过生天。给我奖励奖，给我奖励奖，送我奖励奖。要这样奖励一斤，一腿跑，一腿跑一顶你，搞这气。送我奖励奖，就那张脸。他俩打球，送我奖励奖，有没有奖励？不开始了，那你这不是这不能是吧？这不能拿呀，对吧？我们大妈就是大妈，咋能死对不对？你不能说你死，就是大妈了，这不是？对了，就是大妈了，大妈个啊，大妈个，大妈个，嗯，对吧？再讲了啊，对。你能，你再大再重，我再重个十吧，是吧？对，你不能干，不能干。你先讲一讲，讲你的劲，再挑完再。想想呗。来，讲吧，说吧。赵先想好了再讲。上次叫妈就不好玩了，是不是？你妈这些工人一共一下子啊，不要上吗？不是不要上，要不要上？真的，妈好跑不动。对呀对呀，还妈好跑不动，这边妈好。上马别说，上马。好一点，就往里面。啊，来。没么法儿，没么法儿。两包一斤。啊，两包一斤。往里进。大家把这个拿好啊。啊。你看，你反正是有多少钱？二老妈，这老妈往哪去？太大了。这跑进来一斤。跑进去。那个马车都可以了，住到那儿了，那个大马车。那你肯定能，能点。那马店里头，那马店里头，对。那个马吃了会中，那都是。那么正事儿的。不要麻烦，听听。要啥麻烦？要麻烦，我到这儿了，到这儿我不讲，这紧着他妈不动。这样就切不了。那住着等这下切不了，你放心。这不紧着讲的，切不了。一窝窝上的，切不了。这切不了的，放心吧，这切不了。妈听着，你整不到这儿了，我到这儿你不管了。对，你想进来不要。对。昨天就有点不得劲，一昨天就因为有点两回马窝。他住个也完事，在哪住着对吧？住也完事，到这。公司好派的，我能不能派着？公司我叫你名字的，你们这都不能公司。跟他一讲，派他一个。好，好，一上班，好，你一年去嘛？啊，派他一个。大小，大小，他拿啥奖？我搞啥子？拿一点包奖，早就回来了。包奖子，我咋不知道？好多废话大小的，你让我跑到甩门。这边都上马，那马连环马上了，是吧？嗯，得了，我这上，我这上，不要打吗？谁听的？下不中，这边下不中。我小心点，听着点。想菜了，想菜了，菜了，俩包，走吧，俩包，俩包，走了，走了，走了，跑江那边，赶紧跑个跑，别跑，这俩马过来还了得，哎，没有事，进来，别，进来，没法，不装肉动，马跳丢了，咱弄不成对吧？弄不成，过来，这。我问一下，那边那三轮是你这谁开了不是？然后那个外头小三轮，就那不，还有大单。那好了，好不了吧？你看，工人家。哎，中。那是不是交警的？你家在哪？还是上海的吧？你看这戏是啥好？看啥好？他弄不了，弄不成。他妈门工，你跑回来了？门工吧。讲讲，这他门工你们跑不回来，没得快。门红了，咋弄？说你不跑出来，谁敢跟你说？说你不听，你跑出来，说你不听，咋说你都不听。什么事儿？才弄来的，这讲不成啊！讲不啥个人？哪样讲不成？你咋说？讲这，那是。我是这个大妈。嗯。可以
两码都倒霉了啊。刚开始那两码跟着都不能动啊，这都散啊，就工作住啊，就工作住了，那两码上不了，光工作边你也能两码都管就散。看这个白天的位置，看谁去了，啥都不会动了，就散了啊，一步两步等等着跑进来，哎啊，一散散一步散一步动，别急了，别急了。哎呀，还下去了。你下去那电又跑你家去了，江爸跑江黑下，江爸给咱弄捞出来了，你不去？对吧？我也不去，不去，我也不去。哎呀，你看下来吧，这不落了背呢，我也不能下。就是人家下来了啊，下来了，人家不练了。